上个礼拜讲到台积电给公司的地方哦，其实在后面那个算是最重要，那个口口那个哦，表示地点那个，因为那个一个字影响到很多字哦，所以我们对于那个东西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一定要把它弄好哦。这个东西叫做指示代名词。这在日文文章里面哦，会经常出现的，所以这个不懂绝对不行，这不懂绝对不行。啊，因为实际上日文这个比较常用只有六个，这六个你把它弄懂了，这个部分只是代名词大概就全部懂了，它比较单纯哦。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一般课本里面。在讲指示代名词的时候，只讲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而已，少了两个。那后来那两个大概都简单，藏在那个课文里面就带过去了，所以一般的学生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这里面总共四个字哦 ：co、so、a、do， 翻成中文大概就是这里。那，那这两个那有什么不一样？这是近距离的那，这是远距离的那。那这样在说明的时候，学生通常比较不容易理解。各位要记得哦 ，cosolado 这是相对的。所谓的相对，就是说两个说话者。之间的相对位置，所以这个各位要记得，不要死板板这样翻译，而是要记得是对话则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什么叫做对话者相互间的位置关系？就是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话，我们两个就是说话者，说话者的位置关系就是我跟你之间，我们在讲的东西到底那个东西在哪里？那个东西在我手中的话，或者是我的领域范围，我用空，在你的领域范围，你就用空。相对的位置就是我对你，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是说，我讲我 call 讲你就说，你讲你自己 call 讲我一定说，就这样，这个位置关系。然后讲不在你那边也不在我这边，就用啊，就这样。像我讲那台摄影机，我一定讲说。所嘞哇！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我一定用所嘞，你就要讲火嘞。我现在跟你们讲那个包包，我一定讲啊，因为不在我这边，也不在你那边，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回答也是用啊。我问你窗帘，我一定用啊，因为不在你的范围，也不在我的范围。这个就是啊的概念，这样知道哦。那 call 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当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讲这个东西，这支笔，我讲 call， 你也讲 call， 这个就是同一个领域范围里面的概念。好，所以它实际上图讲出来就只有五种排列组合。像这样 ，A 跟 B 在对话，东西在 A 的领域范围，当然 A 就用 call，B 就要用 so， 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嘛？
同样的相对应的 A 跟 B 在讲话，东西在 B 的领域， B 当然就讲 call，A 就讲说。好，那刚刚那个情形 A 跟 B 在同一个领域范围讲话，这个用 call， 他也用 call。好，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然后 A 跟 B 在讲话，东西不在 A 也不在 B， 这个时候就是 R 对 R。我跟你在一起同一个领域范围，我们东西也是在外面，这个时候 R 还是对 R。 这样子哦，我问各位说这是什么？これは何ですか？你们回答，因为这东西在我手边，我一定讲それは，你们讲それは変です。我打电话给你说我这边晴天，你那边呢？我就讲こちらは晴れです。そちらは，我问你一定用そ嘛，你那边天气怎么样？そちらはいかがですか？你就要回答こちらも晴れです。我这边也是晴天。こちらも。可是老师，你说用电话打，电话那个可能对方就在很远的地方，一样啊，一样说。对，所以这跟这个远近的概念没有关系，而是要用这个两个对话者的相互位置关系。我问你，我打电话给我日本朋友，我问你说，最近台湾疫情有增长的趋势，你那边怎么样？很远啊，但是我一样用什么？そちらはいかがですか？你那边如何呢？他一定讲こちらは大丈夫です。我这边没有关系，他在讲他那边，这样子哦。不管多远，这个距离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讲远近，台湾的学生就会死板板认为比较接近我这边讲话的位置就是说，不对，那概念不对，这样听懂哦。不管你多远，我们对面，我们面对面这样，我问你これは何ですか？一定讲それ，对不对？说嘛。你在日本，在美国，我一定跟你讲そちらは，你那边怎么样？所以不受距离影响，这个基本观念一定要有，可以哦，这样听懂哦。这个不要用错，这个用错很麻烦，用错人家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很多东西我们会误判，这个要特别注意，会误判。其实那个跟中文一样，这个跟中文的概念是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可以哦，你只要有这个基本概念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小时候帮祖父祖母抓背的时候，那个你用那个台语来感觉你就知道，你抓他的背，对不对？你一定 问他是什么，阿公是不是家？家是什么意思？这里耶，是不是这里？明明背是谁的背？阿公的背。随便找位置坐。这边可以。对对对啊，以前我的学生，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哦，我没记错。他想要突然间想要面，叫他来先来，先看看再说。很久了，我大概 我也不知道几年，大概一年了，不知道。大学到现在，我看你几年毕业的？直接报出生年，报出生年日我不会算啊，应该一百学年度的吧？哦，一百学年度啊，
现在108快十年了，对啊，现在110啊，110啊，快十年了啊，现在是110学年度，110学年度，哦，110学年度而已，再快十年了，你看多久，不老也得老，哎呀，真的。今天刚好有三个同学请假，刚他们两个请假。对啊，对，他们两个请假，那个英国也请假，英国也请假，英国也请假。对呀、啊，他那个受伤，他怎么受伤？爬山跌倒，肋骨第八根肋骨断掉。哎呦，所以那个麻烦。可是他是去看台医，就是说没有血，他出来门外倒血，然后地板很滑。真的是那样子、啊，你这肋骨第八根断了，他医生要他休息。刚好在爬楼梯。基本上，我们一般超过50岁以上，大概骨质都已经。我上次哈、啊、过马路哈、啊，啊那个虽然年纪大还是啊那个脚才不是很高啊，太久就走，因为我要去打针。哦，你知道我跌多严重哎、欸？四颗牙齿受伤，对啊，一趴下去最痛，而且下面哈、啊、这边还缝了5针、嗯。对啊，一趴下去这个一撞到就很难。没有啦，那个我们到一个年纪以后，我以前也不知道，我们不是讲说老人家很容易跌倒，嗯、其实那不是他要跌倒，而是他没有知觉。真的，我是当时帮我太太照顾他奶奶的时候。我才了解，他明明他也是一跌倒以后就没有办法，因为大腿受伤嘛，这个地方骨头断掉以后没办法钉，我们一般打钢钉就可以了，老人家不能打了，一打就碎，怎么打？他连钢钉都没办法打了，所以那个。可是以前我妈妈跟我住的时候，我妈妈天天跌倒，但是都没有事。不是，那个是为什么？她就是这样子慢慢跌下去，不是这样子。不是，她最主要问题在哪？我们比如说要脚抬上去或下去，尤其下去的时候，你下去那时候脚没有知觉啊，她以为已经踩到了，其实还没有踩到。对，还没有踩到，这一脚就起来。哎，他就下去了，是这样，因为脚的知觉感觉已经衰退了，所以那个都是这样，很容易摔倒啊。因为没有知觉，末梢的那个知觉已经衰退了，所以没有办法，就造成这样的受伤。那一摔下去就人老了，摔就没救了。我家两个老人家也是哇，光，他就是也是地滑哦。地板滑，东西掉下去，尤其是坐下去。不是他那个就是冲力很大。我说我妈妈跌倒的时候都是慢慢下来，她、可能没弯下去，那个都没有关系。最怕的、那個，所以她是这样慢慢的嘿，蹲了一块的。那我家是木板的，所以。木板的反作用力、我妈妈一天上班跌几次嘞？你像日本，为什么我说榻榻米的最好？哦，那那个摔了就不会怎样。对对，榻榻米真的对。不是因为它的弹性没有，它的弹性柔软性是够的，它比地板还软啊。我们是一般家里面都瓷砖嘛，那个更严重。瓷砖没有严重。硬的，当然了，那个没有就这样走，没有反作用力啊。对啊，然后加力嘛。可是老人若跌了，再大活不久，很多都是。是啊是啊，为什么？那个最怕就是你的筋能一直萎缩嘛，因为你没有运动嘛，除非你照顾的很勤快，每天给他做手脚肢体运动，要不然褥疮那个还有什么骨头肌肉，那个肌肉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在萎缩哎。可是我都会肌肉痛，肌肉痛还好，你就要变凳子啊。有在，不是，因为我可能我怕我会肌少症。没有，我们一般没有在做重力训练的人，基本上那个肌力都不够，运动都不够，真的运动都不够，我都担心我肌力不够。
但是我体力是不错，体能是不错。我上个礼拜去太瘦了，没有，我上礼拜还去跑那个半马，不是的，那个学校的那个运动会越野赛啊，8公里的。不过我这接下去跟胖子有关，因为我妈不是你有运动就好，在运动，你运动很好。身材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他在瘦嘛，老人那时候九十几岁就慢慢跌下来。坦白讲，瘦的人他那个灵活度会比较好。对，年纪大的那个老了还胖的很麻烦。对，可是有人说，哎，来，我们现在我怕没问。没有，以前那个我们我在高中的时代，我印象很深的，我们高中老师就跟我们讲，那个。年纪大瘦没有关系，他说第一个我们身体的循环机能已经在衰退，那你瘦的人那个输送的能力还可以达得到，对啊，年纪大那个胖的话，你那个所有的优质什么的那些输送那个力道就减弱了，真的，那是我们生物老师讲的，我印象很深，都还记得，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很多东西都是不要被那个错误的观念影响到了。你像这个也是一样，我刚跟各位讲，这个科索阿朵在讲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所谓的眼镜你要抛开，所以你看，明明你在抓你阿公的背，你问他说是这里吗？他一定讲不是那里，在他的背上，他为什么讲？假，假。不是啊，看到意思啊，对不？对。那你再问他，是不是这？是不是这里？哦，对对对，是啊。他为什么讲那里？因为他控制不到这概念，我掌握不到的范围就是遐，我控制得到就是遐，就这样。中文也是一样啊，是这里吗？不，不是这里，不是那里。他已经跟你讲不是那里，明明是他的背，他还是跟你讲那里不是那里，因为他摸不到嘛，还要你帮他抓嘛。所以我比较喜欢用这样的概念，就是这样，在我掌控范围里面的全部都是空，对方掌控的就是说，两个都控制不到的就是啊，就这么简单，不要想太复杂。比如说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一定问你哦，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这个多少钱？我不会讲说それはいくらですか，不会的、啊，因为我们共同范围这个，那他回答基本上也应该用これは千円です。那为什么我们永远看不到これ对これ？因为他不用讲これ，我已经讲これ，他就直接讲千円です就可以了。所以これ不会再出现，所以所有的课程你永远看不到これ对これ，永远都只教これ对それ，それ对これ，这样对不对？也不对啊，懂吗？因为那个东西是可以省略，所以通常都不讲。课本里面死板板的东西，那样的概念会让学生产生错误的感觉，这样了解哦。所以。这些东西总共只有六组，你一定要把这六组全部记熟。第一个，コソアド，好，加ノ的，コノ、ソノ、アノ、ドノ。各位记得，只要ノ结尾的，后面全部要先加名词，才可以再加助词。一定，所以这几个词在日文里面叫做连体词，它不是名词哦，要注意。连体词也就是连接体言，体言其实就是名词，就这么简单。连接体言就是连接名词的单字。所以 ，kono sono ano dono 一定要加名词。是你课文里面是写什么？
什么？那你能挤得起旁边那个？盐，语言啊，体盐，体盐是文法的专有名词，不要管它，你就知道体盐就是名词就可以，它一定要加名词，不能不加。好，然后这个等于可以等于什么？コソアド，直接加レ、これ、それ、あれ、どれ。レ的时候，这个有限制，限用于物。而这个要怎么办？这四个就直接加助词就可以了。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哦，这个直接加助词，这个中间一定要多加一个名词才可以。举个例子给你看，你就懂了。これは私の本です。这个应该不用，这是我的书，对不对？然后これ可以等于この加名词，所以这个これ是不是可以等于この本？有没有？この加名词，この加名词等于これ加助词，これ加助词等于この本は私の本です。中文也是可以这样用啊。这是我的书，这本书是我的书，可不可以？可以，都可以。然后，因为主语跟受词一样，所以后可以省略。这个又可以等于什么？この本は私のです。这可以省略掉，跟中文的概念是一样。这本书是我的，可以了，知道哦。然后再把这本书又回到这边，所以你看，我们在课文里面经常看到これは私のです。有没有看到四个句子怎么转来转去，全部在这边做兑换而已。これ等于この加名词，この加名词等于こ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就等于这个等于这个加名词，就这么简单，可以吗？就不需要死背了，了解吗？我要怎么样用？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句子？これは私のです。啊，这个是我的。これは私のです。第三个这个 no 是代名词吗？不是。对啊，对啊。就省略了书嘛。那是这本书是我的书嘛？一样啊，概念是一样。因为主语跟受词是一样的，术语跟主语一样的时候，术语可以省略啊。中文也是一样啊。这本书是我的，这是我的，都一样。所以这四个句子都是一模一样。这个概念有了，この、その、あの、どの，对，これ、それ、あれ、どれ，就是。就第三、第四那个 no 都是代名词，对不对？对啊，没有字了，没有错，就省略了 home 这个。可以哦。好，你要注意哦。这边还有一个限制，它只能用在东西上面，也就是日文的句子，以哇为基准点，日文的标准句，一个词，一个助词。一个词 this， 对不对？初级日文第一课讲的句型就是这个，什么哇什么 this。好，
这个要注意，只要勒出现，你只能用，这个跟中文不一样哦，这个地方跟中文不一样，要特别注意。これは本です，这是书，没有问题。中文可以讲，这是书，这是教室，这是同学，中文都可以，日文不行。好，日文はこれは本です。好，你再讲これは教室です。これは先生です。在中文全部可以通，在日文这个不通，这个也不通，不行。哦，为什么加一点？这个是教师字，这个是先生。啊，它是地点。对，老师是人，教师是地点，这个是地点，这是人，这是物，也就是这个一出现就代表它只能用物，上下要对称。人对人，地对地，物对物，所以这个物对物 OK， 物对地不可以，物对人不可以，日文不行这样用，要特别注意，这样了解哦。所以我这边特别注明，限用于物，也就是上下对称，有没有看到这些物？这边是不是物？对，我的书嘛，书是物嘛。了解哦，很重要哦，这个不能忽略掉，这个一忽略就乱用。所以你说老师，那这边地的时候，这边要怎么办？就把这个改成地点的就可以了，ここ就可以了。好，或者こちら，表示地点的字拿出来用就可以了，有没有问题？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观念你没有弄清楚，它跟中文不一样，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在一般课本里面老师没有特别说明的时候，学生就会乱用，可以吗？这个有没有问题？好，这个的替换，这个的限定一定要了解，要很注意哦。替换的方法就是これ对この加名词，这个在一般的课本里面，大家的日本语里面，第二课就在讲这两个，我说的第二课就讲这两个而已啦，没有啦，第二课就讲这两个，这两个你懂的，第二课就结束了，它很简单的。然后没事是肯定嘛，疑问跟否定就变成什么ですか，还有一个ではありません，对不对？我们讲过ません代表否定嘛，它代表疑问嘛，所以它标准句型就这三个嘛，这个是肯定嘛，所以肯定句、否定句、疑问句就这样而已。但是你不会的，これは私の本ですか？这是我的书吗？对不对？好，これは私の本です。これは私の本ではありません。就这样，基本句型套进去就会了。好，剩下就是。那个只是代名词六个，把它记清楚就好。这六个很简单的，它没有那么难，可以吗？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那个基本概念要弄清楚哦，那个最右边那个基本概念很重要。那个基本概念有了，你对于口说的这一系列你就不会弄错，要不然你一定弄错，经常会弄错。
所以我才讲这个很重要，就是在这边。第一个关键就在这边，初级日文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学的就是这个东西了，只有这六个，全部只有六个。像你们以前在外面学，老师一定只教这两个，他不会再教其他的。但是这两个东西讲的全部在讲东西嘛，这个是不是一定加东西？不一定哦，这不一定哦，各位要记得哦。为什么这个不一定？这个名词代表什么？什么样的名词都可以嘛。所以这个可以用在人，可以用在地，可以用在物啊，这个通通可以的。为什么？这间教室この教室，对不对？那位老师あの先生都可以的。这个只要是后面加名词的，全部都可以混用，表示人、地、物，通通可以用。你要记住，勒只能用在那个东西上面，不能用在其他，要特别注意，只能用在东西，可以哦。另外还有四个，你在写的过程有问题就直接问哦，这个东西很重要，不能，你们不要小看这个，这个到高级日文去的时候，那个检定考试很多都是考这个，就问你说これ是指什么东西，可以哦。没有问题，我把这个擦掉，可以哦。好，我把这个擦掉，这个要知道哦，它的对称关系比较重要。好，再来看第二组，这个也是连体词，这个是一样，可说阿斗，这是こんな、そんな、あんな、どんな。各位注意看，这边是那那的，它也是连体词，所以它跟右边的完全一模一样，要加名词才可以加助词，所以它也是连体词的一种，所以可以用在人，可以用在地，可以用在物，没有问题。我讲这样的人，こんな人、こんな人、こんな教室，这样的教室，这种笔，这种人都可以用，一样。所以这个跟这个是连体词，连体词后面一定要接名词。这个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名词，这一般的名词，啊，这样子哦，连体词只有这两个，所以这两个一定要记，好。哎，这两个可以通用吗？没有啊，含义不一样啊。这翻成中文就是这样那样那样哪样，这个翻成中文这那那哪。那这个翻译的时候要计算单位，要按照名词而改变，哦，这个要注意哦。翻译的词，以名词为单位。这个比较特殊哦，比如说什么以名词为单位，以这个名词为单位，比如说 この テーブル，你要翻成这支笔， この机，这张桌子，
この人这个人都不一样，这样子哦。那个计算单位この本这本书就完全按照名词为单位，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哦，这个比较简单，了解哦。你说那个翻译写什么？什么？翻译的时候以名词为单位，照翻成这样那样那样哪样？这样的人，哎呦，这样的教室，那样的厕所，全部都可以套用。哎呦，好，再来，又是一个跟这个对称的 ，co so a do， 这个是 co so co a so co do co。注意哦，这边字尾是 co 的。反正日文全部看字尾，这个也是直接加什么助词就可以了。好，这个也是现用，这个是现用余地，这两个有现用，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要把它改过来，教室是地点，我把这个改掉变成ここは教室です就对了，这样了解哦，因为地点对地点嘛，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人对人，物对物，以蛙为基准，地对地，这是基本的观念，地对地，物对物，人对人。所以你看，物对物，地对地，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哦，所以我要把这个改掉，就变成什么？あの人、あの人は先生です。那个人是老师，就对了，对不对？人对人，地对地，物对物，就这么简单。全部要上下对称就对了，基本可以吗？老师，你再翻译一下那个，是这里那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的第三个是那什么？那样，一样啊。好，这样。所以这样那样那样哪样啊？一样啊，套进去而已，对不对？这样的比那样的比那样的比哪样的比，你喜欢哪样的比？どんなペンが好きですか？就这样，这很好用的，这个东西很好用的，非常好用的东西哦。然后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这那那哪，これはペンです，这是笔嘛，对不对？那 这个就翻成离，这里那里那里哪里，表地点，要特别注意哦，离限定用地而已，其他不能用。哦，你不能讲这里是比，不行。ここはペンです，不行。ここは先生です，也不行。因为中文不会这样，所以这个出错的机会不高。这个出错机会很高，因为中文可以用。这是老师，这是学生，这是教室。这是笔，这是书，通通可以用，中文可以用，日文通通不能。啊，日文要特别注意这一种用法。啊，勒的部分，我们比较容易错是在勒。台湾的学生最容易错的是，これそれあれどれ。你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概念，就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疑问词，就这样。
一二三人称的概念，这样子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把这个擦掉啊，这个擦掉啊。记住这个基本原则啊，这个基本原则你先擦掉。人对人，地对地，物对物，事对事，这样，人物对称。以蛙为基准点啊，因为住持不一定会只有一个啊，对不对？如果你以这个为基准点，这个是我，这个是彼啊，就不行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住持就是有时候是用拉。对呀、啊，对呀、啊，也都是要人对人。主语对，以主语为单位。我们不有三个副词。对呀、啊，汪汪嘎。全部都要人对人，物对物，地对地吗？对，基本，而且全部都是以主语的位置为基准，这样子哦，不是 no no 不行。我知道。一定要挖为基准。no 是只是那个名词之间名词的。对，没错。所以你看，这边就是 これ对 can 可以吗？这是物嘛，对不对？物对物嘛。那他的意思是我改成 more 也可以吗？可以啊， more 也可以啊。これ more， 我担心那边，那也可以啊。啊，日文能够当主语的，就是这三个，只有这三个啊，嗯、对不对？所以当然没有问题。当基准。所以。基准是以这个为基准，不是以这个为基准，这个不能当基准。这观念很重要，这概念了解就很简单。我带了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很多用错的地方都不自觉。所以句子，每个句子一定是人对人，物对物，地对地。基本上有少数一两个例外，像这个就是例外。这是难得少见的例外。他那个山蛙也压力死。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翻译要翻成什么？田中先生是房间，不对，在房间。所以这个是例外，很特殊的例外。田中先生在房间，你不能翻成田中先生是房间，就错了。这样两条，只有这个例外。基本的原则是人对人，物对物，地对地。像这个是例外，人对地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都没有例外。哎呀，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不要小看五十音的过程阶段。五十音里面，其实你要学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而这些东西你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重要。这些东西弄懂了。很多东西你就可以懂了，因为这个不代表四个字而已，这代表几十个字了，将近三十个字了。三十个字的概念你懂了，这个都通通懂，知道吗？以后看到这些东西 ，Kosoado 系列的东西，你就可以全部都懂。可以啊，这个我就把它擦掉啊，好。好，各位看哦，再来。
还有两个，这个一样不是花朵，口气的，手气的，啊气的，多气的，省略口气，手气，啊气，多气，这个是口语的部分。好，这一些气的全部直接加助词就可以了，我记得吧？这个表方向没有限制，翻成中文就是这边、那边、那边、哪边。这个表方向的时候，可以用在人、物、地皆可。这个很常用哦，这个特别要注意。我在介绍人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讲，こちらは林さんです。こちらは金さんです。这边这位是林先生，这边这位是王小姐，就这样，了解哦。所以这个就是こちら边的问题。讲边的时候不受限制，我刚刚讲是人。こちらは教室です。あちらはトイレです。这边是教室，那边是厕所，地点也可以。こちらはペンです。あちらはカバンです。物也可以，人物地通通可以用，这个没有限制，可以哦。这个翻成中文，边翻成中文离。这里、那里、那里、哪里？这边、那边、那边、哪边？所以边可以通用，其他的单字了解哦。好，最后一个，我说阿斗，后受阿斗，这个用什么？只有一个不合作，啊，呜啊的这个代表什么？长音的概念，日文的长音的概念，有没有 ？o 段音加 u，o 段音加 u，o 段音加 u 变长音 ，a 段音加 a 变长音的概念，所以你看。阿段音加阿变长音，我们在讲五十音的时候，一段音加一有没有？乌段音加乌 ，A 段音加 A，O 段音加 O 都变长音。长音不会念两个音的。比如说卡跟啊要念卡，你不能念卡啊，不行，这个就长音的概念。那我们讲过长音里面有两个例外，这个加一或加乌也都变长音，对不对？欧段音加乌嘛，是不是？所以这边是不是欧欧科缩头诺全部都是第五个音，第五个音加乌变长音的概念。然后这四个字要特别注意，它后面通常直接加动词或者加 this 结束，就这样。这个不一样，特别动词的。こう言ってください。こう。一定可大赛，请你这样说，加动词，怎么看到？好，一定可大赛，受一定可大赛，多一定可大赛，多一定怎么说的意思？好。
好，这边翻译的时候翻成中文也都是一样，这样那样那样哪样，但是这一个例外要最后要翻成如何呢？我们学过どうですか，你觉得如何呢？どうですか，有没有看到？所以所有的六种接续口刷的六种全部要学会，这个麻烦的地方就在这边，这六个各位记住，这两个后面一定要接名词，我故意把它摆在一起，后面只是接加助词的三个，后面加动词的只有一个，所以刚好一二三，一个加动词，两个加名词，三个直接加助词，不一样，可以吗？很重要的只是带名词，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全部要记，不记不行。有没有问题？这个，这就是我们讲五十音里面 call 的部分很重要。没有问题吧？因为这个都讲过了哦。你现在再复习一次，把你以前没有弄熟记熟的地方再把它整理一次，这以后就不会忘了，这个要忘掉都很难，真的。就 你要把这一次当成一个总复习，把以前所有东西全部再挖过一遍，你自己再重新去检视一次哪里没有记清楚的，现在就把它记清楚，以后你自然就不会乱。听一次跟听两次还是不一样的，很奇怪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三个都是这样那样那样一样，请你跟我这样做，扩眼对比大赛，就是这样做，扩眼对比大赛，请。这样说，说一堆给他在，请你那样说，请你那样说，那如何说？どうか？如何说？只有那个不一样啊，因为那个跟上面那个こんな、そんな、あんな、どんな一样翻译啊。这样的人那样的人、啊、一样、啊、但是他最后一个都那一个是怎样的人、啊、所以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我才如何嘛，对不对？分开嘛，但因为这个是加动词，那个是加名词嘛，所以不一样，不会乱的，这个很清楚的。那老师请问一下，他说请你跟我这样说好吗？扩扩一些，那个他那个那也是说是那嘛，他是那时候对啊分辨，请你那样说，那跟什么近一点那就没关系了，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要被那个远近那个限制住啊，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远近？那是一般课本这样讲，我不喜欢那样讲，所以我才要你们记住这个嘛。外面都是这样讲，是啊，外面都教你这样啊。对，啊，这个害死人啊！对啊，像这样子我就卡住了。是啊，就会卡住了。就卡住了。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你要把这个，应该这样才对。不要不要看他嘛，这个比较重要嘛。对啊，老师，你这边刚要画起来，就是画纸箱里面的位置。这个才重要嘛，不是吗？
念正确的，就不会有远近的问题了。要不然你动不动就用啊，到台北吃饭你就讲啊了，你不会用收的，知道吗？我大概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你就知道了。那个字从头到尾都用错。那举例比较对，记忆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今天上到此的时候，对啊，六月二号，没有了，这边我们这一期五月几号？五月七号。啊，我们上到五月七号了。嗯，五月七号。那我们现在我们班决定去哪里上？还没决定。中午。我上个礼哎没有，前天、啊。前天呐、啊，前天我去看了教室，那边教室离这边很近、啊、就邮局旁边。那个武林街120巷，武林街那边，对，它是在地下室一个桌游中心。那进去要换鞋子，就脱鞋子进去，蛮干净的这个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去的？我们可以，对啊，可以。没有，你们可以考虑啊，我没有意见，我不会有意见的。要去哪里上我都可以的。现在最重要就是那边算起来会不会便宜？如果比这边便宜，你们可以考虑。好，那个改天再请班长去看一下，因为很近，就这边而已。那个刚好这边走路三号不用了，坐捷运三号出口出来就到了。三号出口那个啊，三号出口，三号出口出来就到了。永春邮局，邮局，对，永春邮局，对呀、啊，就邮局旁边那个巷子进去，再左转就到了，很安静。我礼拜四去看的。他们礼拜四那一班就要跑到三大那边，那个礼拜四那个班长啊，礼拜四那个班长要跟那个屋主谈价钱啊。啊，你这边礼拜四下午的课是？对对对。那边下一次教什么？那一班在教文法那一班，新的那一班。啊，这是我。进阶就是最后新的那个，不是薄的那个，薄的啊，他们也是文法集锦那个啊，没第二本啦、啊，哎、欸、对，第二本，那个每一班的进度不一样，他们也是突然间想说要全部总复习，我说好了，你们喜欢就好。他是几点到几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半。下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场地。对啊，如果要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去看，我不能去，我等下跟他点晕要买家属走的。对啊，我现在要去受训。受训呢、哦？对，我们社团。啊，可以去看的就集合啊。你们决定就好了。我们下个晚去看。啊，你们看，没关系啊，看拍一下就可以了。哎呀，对呀、啊，他那个地方，我那天有去看的，那个我是觉得还可以，因为他桌子可以移动，你可以自己排位置。他那个桌子可以坐15个人吗？可以的，啊，可以的，没有问题。他那个场地。就说有一点点不规则了、啊、但是那个是提供给人家去玩桌游的。我第一次发现有那种地方、欸。有麻将馆不是麻将馆、啊、我知道了，对，桌游。桌上游戏的、啊、既然那一种也可以做生意，我都怀疑如果会赚钱、喔、哦。哦，好赚哦。真的。我们那边的乐龄也有这个。对呀、啊，我那天去看，附近就有2间3间呢。我说好啊，又不是抓娃娃机，那么多。哎、真的有没事要去？就是我在听说那个西班牙火腿一只要6万块台币，吓死我了。对呀、啊。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只有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玩那种搞不懂的。我觉得我的印象。
象中一直认为桌游就是在家里面玩的，同学之间在玩的。但是整大家的时间。是啊，年轻人啊。对，是啊，然后去南面就喝个饮料或什么，叫个饮料就这样啊。大家在那聊天这样的。就边聊天边玩啊。那个也是网咖。对对对对，类似的。网咖是玩跟电脑玩，那个是那种有朋友一起玩。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那个？没有，我今天看日本。哎，有出去的还不错，有的是在家里玩，都不出门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至少他有出去，还有跟人家互动。你们知道今天日本最新的调查？他说全日本的年龄层，十岁为单位，给你们猜看看，最感到寂寞的是几岁？60岁。60多岁。那年轻人不会。越年越寂寞。30岁啊！这非常糟糕，这代表什么？刚出社会的，这一群人是最寂寞、最孤单的。上班去了以后回来就这样，没有交际应酬，这是日本未来很严重的问题。30几岁，他们怎么没有交际？他们下班的时候去居酒屋，现在已经慢慢没有那么。真的不是要喝酒吗？是啊，问题是这样，他们都没有，他们觉得最孤独的。最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报告，三十几岁的这一群人，这是黄金时代，我快要到了。我们台湾的老人比那个上班的人还忙，是啊，还长大人。50-60岁的人，包括台湾交际应酬最多。没有，我跟你讲，现在60-70岁也是一样。是啊，他只要四肢能够到处跑，第一的上班他不会。是，因为大部分台湾这一群人，我讲实在话，我经常跟学生讲，你要赚台湾人的钱，就赚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有钱有闲又舍得花，现在。现在很多就是认为我们这个世代是不可能靠吃你的，对，剩下的再给他们。对，反正我们这个世代的50-60岁，大概60岁上下的这批人往上推的，全部都是有钱的，真的、啊，你随便抓一个出来，包括我同学所有全部抓出来，你随便问他们的身价都是上千万的。真的、啊，我讲的上千万的身价，就是说，可以拿出来。我同学没有一个当老板，没有当老板，没有自己当老板，都是上班族，每个人都身价都上千万，绝对。我算给你听嘛，我们这个世代随便，一定有自己的房子，一间房子就上千了。不管你摆在哪里，在台湾现在。淡水那个鸟地方也是上千万了、啊，现在动不动就千万了、啊。台北更不用讲，亿的都有可能。第二个，每个人都有保险，保险挂掉以后，那动不动就几百万，甚至于上千万、啊，那将来儿子赚、女儿赚，对不对？第三个，我们这一群人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身上都有存款。真的，我绝对敢讲，现金随便一翻出来，那个存款不比那个护照还多很多倍。但很多人不一定有钱的、啊。也一定有，不可能没有。为什么？那就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问题。对。所以身上一定会准备一些现金。对。一定有，100%有，没有一个没有的。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讲，那些医院的医生讲，我说你们要好好对待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将来最舍得花钱、最有钱的。没有，现在年轻人没有我们这个世代有钱了。我绝对敢讲100%，现在年轻人很没有钱的啦。没有，我觉得他们的花钱方式跟我们这一辈的不一样。没有，他们是花老爸老妈的钱的。不是，就算不花老爸老妈的钱，他们一杯咖啡就这样子。我们这种年纪就舍不得，我们会觉得说，同样喝咖啡。是啊，我7-Eleven就可以啊，他们要Starbucks啊。他们
年轻人一定 Starbucks 啊，不要乱吃，我没有，我只乱吃，太是了，我们这个世代一定都喝 Seven， 对，Seven 就够了，我都会自己买那个小花的这样，是的，还有自己绿化自己泡一泡就喝一喝，牛奶奶精自己加，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不会去追求享受，但是我们会追求那一种别人有我也有那一种感觉。我们会啊，我们这世代的价值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不一样？就让他们都听啊。对，我们是这样，但是不会去像年轻人，不会对自己，不掂掂自己的重量，乱花钱。他们会享受，没有，他们真的是追求享乐。我儿子那一种，动不动就要用最好，什么都要用最好。问题是，他也舍得买给他妈妈，也买舍得买给我。我讲实在话，像我鞋子比较贵的，全部是我儿子我女儿买的，我自己绝对不会买贵的。我鞋子你一双超过2000块，我就说怎么那么贵？球鞋，现在年轻人动不动5000、6000，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真的。我儿子送给我生日礼物，我买鞋才能买名码的比较便宜。是啊，我们都会去挑嘛，他们不会啊，他们只求舒服啊，名牌啊，那就这个不错啊，我买一台，买一双送你。问他多少钱？4000多。我说我可以买2双，你干嘛买1双？他们就觉得值得啊。然后买那个什么，最近我们家换那个厨房。就买一台那个什么洗碗机送给他妈妈，哎，对啊，眼睛也不眨一下，妈呀，就这样，孝顺来多少钱啊？我们知道啊，他出钱我也不管啊，反正他有能力出钱，我不在乎啊。没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几十年也舍不得去买那个洗碗机，而且像比方他没钱，然后你对啊，有的先买车子，我们的观念是先买房子，对，对不对？他们先买车子嘛，对，对不对？车子会折旧嘛，房子会增值，对不对？对，没有错。反正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嘛，可是年轻人他觉得说我租房子就好了，是，哎，然后就买车子，然后买车子可以带房子，那比较不一定，但是就是他结婚享受了。观念不一样，观念不一样。带小孩子出门方便，我们的想法不会舍得，我们舍得了。所以我们这一辈的人比较会存钱。没错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嘛，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安全感，那一种不稳定的感觉太重了。那现在年轻人不会有那种不稳定感。你说现在战争什么的。你说他们真的怕？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更不怕，真的不怕。他们大不了手一举起来就结束了。没有啊，我们以前的价值绝对不会这样啊！我一定打到底啊！我一个赔一个，我也要折为成本嘛。现在年轻人不要啊！我干嘛打？我也为谁打？举起来就结束了，不是吗？那干嘛打？我们这一代不一样哎，我们这一代。好啊，你敢过来，我们大不了我就一对一嘛，我杀你一个，折底折为成本，不是吗？现在年轻人才不跟你玩这个，什么为国家捐躯，他还派兵，真的啊？我们以前被教育的，马大官就是国家第一啊。那北洋现在就这样子啊？是啊，啊，现在北洋不就是以前的台湾？有什么两样？你觉得真的一样吗？没有什么两样啊。他们以前不就是这样被灌输的那种观念，就是国家至上，什么都要为国牺牲。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剥夺了多少地主的权利，不是吗？那是很不公平哎、欸，那是不公不义的、欸，是掠夺别人的土地哎、欸。不是，但是他那时候有花那个股票，你觉得那个可以抵那个价值吗？根本抵不过。没有，你要整，你当然抵不过了。是啊，是啊。但是他们股票，像我知道我一个
他们是给台泥的股票，是，可是你这样长期下来，它也是会增值啊，会发股利啊，只是说那些跟着有期权的那个跟着，他们就变得比那些人更有钱。是啊，对，因为土地变，他们土地增值嘛。对，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头，不会认为土地值钱。是啊，因为便宜嘛。对，因为土地便宜。不要讲到那个年代了，我在台北上班的时候。讲难听一点，这边的土地谁要？这没有人要的土地啊，这边根本没种菜呀，种菜的。田，县地区全部都农田，那个废墟草长得满满的，谁要？对，而且那个靶场。是啊，行刑场都在这边啊。在金月饭店那里。对啊。所以那边有那个土，他以前有两个土。对啊，现在还有啊。没有拿掉了，有没有用。老师还没有用啊，没有问题，还要放个警察在那边啊，那个一个人像，那个真的没有用啊，那个地方太阴了。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爸爸都要到那边。是啊，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你说以前这边的土地谁要？你想要干嘛？我刚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几年了？民国七十几年，忠孝东路仁爱医院。仁爱路那个仁爱医院巷子里面，一间房子30平，200万台币。他说200万。200万已经很贵了、欸。77年南京东路5段，哈，那个大厦里头1平才9万。是啊。哎。是啊。现在。你看嘛。没有那个被炒得太凶了。淡水，我当时刚从日本回来，在淡水捷运站对面买一间房子，1平才5万块、啊、一平5万块算很贵了。没有，那时候已经涨了、啊。你没关系。5万块啊，76、77那时候。我看那时候还有那个78、79年涨最多。是啊，那一阵子我买的那个。那时候我去那个内湖看1平4万块。你看那个什么，不要讲那个海华大厦那个，对，民生东路圆环那个1平9万块。我那时候最后悔是什么？我那时候看了2件，一个在天母西路，一个在淡水。天母西路1平10万，没买，买不起，因为以前的观念就不想贷款嘛，觉得贷款就是负债嘛。对呀、啊。我那时候如果脑袋瓜清楚一点，我就买田埔西路。我现在就不教书，我在那边当义工。我跟你讲啊，但是你阳明戏院旁边不有一条那个路，可以很挤哈，很宽，对不对？哎，它在也是顿高，我们那边的人就是死猪死狗都往里头，没错，会去住那边，后来盖起来整个都很好。你都要我竹北那边？我跟你讲啊，现在竹北也很差。竹北怎么碰啊？竹北现在长得一塌糊涂。是啊，竹北因为现在很多科学园区在那边，没有天理，真的长得没有天理，真的。我家的10楼，5年前他买1000、1600，他现在不起，买不起啊。年前的时候，你们上世代已经都买不起了，3180，对，在叫什么？不过10年的房子了，不过我讲实在话，问几平？你们。70平，你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好在怎么样？台湾的租金很便宜，台湾的房子的租金太便宜了，莫名其妙。是跟日本比吗？是啊，日本一个鸟房子，所以我才讲说在日本投资是划算的。哎，你们不是要去买房子吗？考虑啊，严重，你们几个慎重考虑，还没有啦，只是在看而已啦。没有，因为为什么？日本刚好跟台湾相反，日本的房子很便宜，买很便宜，租很贵，因为日本人不喜欢拥有自己的房子嘛，他们年轻一代的不喜欢啊。好奇怪。是啊，跟我们不一样啊。台湾人的观念是有土是有财嘛，所以都认为我要先成家才能立业嘛，我没有家就没有业嘛。观念对不对？对啊，的确是对的，因为你要先稳定，你才能求发展嘛。日本人年轻人不一样啊，日本人他们全部是往外工作嘛，
所以他买不起只好租啊，早期啊，现在不一样，现在日本因为人口老化，很多废弃的房子都没人住啊，人口减少啊，日本也死亡交叉啦、啊，生的人比死的人少了，跟台湾一样啊，所以未来的房子，没有我讲实在话了，台湾是一天到晚政府在那边鼓励鼓励鼓励个鬼啊，干嘛养那么多干什么？什么鼓励生产不屁的啦，真的，没有，台湾人太多。我讲实在话了，这么小的土地，住两三千万人，很恐怖啊。台湾的环境，我讲实在话，台湾的土地只适合住一千万，还可以少掉一半以上，没有关系，不会造成国家有问题，绝对不会。台湾养太多冗员，我们的一个政治体系架构是有问题的。以前那个谁讲的是对的，吕秀莲、傅崇荣他讲的对，台湾只要设四个县就好，台北县、台南县、台东县、台西县，切四块就够了，养那么多干嘛？那没有效率的，真的，台湾没有那么大，你去看整个英国人口才多少？土地跟台湾相比，欧洲有哪一个国家人口平均比值比台湾高？台湾是全世界密度第二的，我们还在那边一直在那边鼓吹政府花那么多钱去养那些人干什么啦？养老人，真的，台湾现在要开始养老人，不是养小孩，真的，老人越来越多，你为什么不养？要照顾老人，不是照顾新生儿。老人没生产力啊。第二个，小孩也没人生产力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台湾的危险是在值，而不是量。台湾的值一直在衰退，高级知识分子全部不生，全部劳工拼命生，外来人口拼命生，这才是。台湾真正的人的危机是在这边。就当越南人来当那个总统。是啊，有可能啊，未来绝对可能。因为新住民越来越多。是，一选举，将来一选举就翻转了。而且他们现在政府对这些外劳都比我们比国劳都。是啊，是啊，很养生啊。而且他们就一直生啊，是啊，是啊。他们的生产比率大概都是台湾人的三倍了。三倍了，我们没有啊，我们不会啊。台湾人现在资优的，我所谓的资优的，就是说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生啊，这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博士、硕士那些人都生了，那才麻烦呢、啊。优秀的不生，那真的都不优秀。不是，不能这样讲。没有，那个是一个循环，不是我所谓的循环是它的价值。跟他的基本教育的概念，基本教育的概念比较低，不是说他不好，而是他的孩子将来在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像我们家的两个，有一个太太就是两个儿子博士哦，他儿子在台中，台中在什么，不关注很大，不生要生。他年龄跟我一样大，他现在没有生子。还有一个，他只要结婚，在纽约，他不要结婚。哎，他说哦，好羡慕你哦，可是你结婚，他是结婚，他不要。现在都是啊，啊，有那个不要期望，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家两个都八字都还没有一撇，他老爸要急也没用，都没用啊。我在想你，每个都不一样。来，各位看这个，这个就是我讲的一个错误，将错就错的例子。各位看哦，有没有看到？我说阿斗，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我们学过两个字 ，anada， 多纳达，对不对？多纳达的 ska 这个字等于什么？大的 ska， 请问你是谁？
敬题就是 Donata， 你是哪位？好 ，Anata、Sonata、Konata。好，我们来保留住 Anata。Anata 是指谁？你，一体人称，应该是必要的人称。为什么用啊？这表示这个字用错了，知道吗？所以我讲过嘛 ，Sonata， 你去看日剧。那个战国时代的剧的时候，他们讲你全部讲 Sonata， 而不是讲 Anata， 没有在讲 Anata， Anata 是讲他。Anata， 你不是说女生 叫老公叫 Anata？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 Anata 现在我们翻成你嘛，实际上日文古代的时候讲你是用 Sonata， 不是讲 Anata。下次你们看赌鸡，看那个，那个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讲你，全部讲索纳达。那为什么没有索纳达？这是敬语嘛？敬语不会讲自己，我好像我很伟大那样的感觉，所以这个讲我们从来没听过。会不会用？会。古代日本人讲自己的老板的时候就讲 Konada， 这样知道吗？平常他不会用，他对别人讲这是我老板，对不对？我的老板可以这样讲 Konada， 不会讲自己的。所以这个 Anada 正确的用法应该 Sonada 才知道吗？因为阿是第三人称嘛，所以现在就将错就错，变成这个是指你的意思，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讲，我们在讲 Posoado 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认知那个东西的用法跟概念？那你说说，那他是你，也是你的意思？古代在古代。但是 Konada 是古代嘛？是啊。但是我现在会说的是 Konada，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他讲，这个是我的老板。对。的时候怎么用 ？Konada this， 这我老板，这我这边的人，这是我的老板，我可以讲 Konada， 对他的敬称。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用，因为这是敬语嘛 ，Anada Donada。这个都是对别人的尊敬的用法。那以前的安娜达，古代的安娜达是指他，他们都讲索纳达。下次你注意看那个母鸡那些片子，全部讲索纳达，知道吧？这个是将现代文里面将错就错的。阿纳达是错的用法，但是这些字现在只剩下多纳达比较常用，阿纳达都很少用的。阿纳达为什么很少用？我在跟你讲话，绝对不会讲阿纳达。我直接问你说 ，ikimasu ga， 你要去吗？这里面已经含有你的意思了，所以他不会讲。更何况日本人。太太在家里面叫自己的老公就叫安娜达，不叫名字的，都叫安娜达。那你在外面，如果女孩子随便叫一个男生叫安娜达，就好像他是你老公，到处认老公那种感觉，就会被误解啊，很容易被误解的。所以为什么日本人你很少听到他讲安娜达瓦达西，原因就在这边。这样知道哦，这个地方请。同学要特别小心，可以吗？这样了解哦，这些全部要融会贯通，这个不重要了哦，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在用，就不重要。真正有在用只有这两个字，啊，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我只是举例给各位看。
来吧，把这个念一下，感觉一下。来，可弄可弄，手弄手弄，阿弄阿弄，多弄多弄。记住，这一种后面一定要加名词，不能不加哦。这一定要加名词哦。好，这个也是可拉可拉，手拉手拉，阿拉阿拉，多拉多拉。这也一定要加名词，这两个一定要记住。好，接着这个现用于东西，来，可勒。所嘞，所嘞，阿嘞，阿嘞，多嘞，多嘞，记住，只能用在东西，来，只能用地点，这里、那里、那里、哪里啊、哦？来，可可，可可，所可，所可，阿所可，阿所可，多可，多可，好，记住，来，最后这个方向，可吉拉，可吉拉，可吉，可吉，所吉拉，所吉拉，所吉，所吉，阿吉拉，阿吉拉，阿吉，阿吉，多吉拉。多起啦，多起，多起，吼，吼，送，送，啊，啊，斗，斗，这后面直接加动词，哦，这个要注意，用法不一样。那个各位以后再造句，你就不会产生错误哦，要特别小心。来，再来，好，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全部复习一次。我说我下个礼拜请假。好，那就晚。今天疫情那么严重，你还敢玩？哦，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人在办那个什么健行，我的皮皮抓的。没有了，这个时候其实，暂时不要。人对呀、啊，人越少接触的地方越好啊。每天三百八，这每天三百八，三百八，这样很恐怖啊。没有了，因为遍地开花的时候，你要回收就很难了。现在台湾人都认定，反正我都打两剂、三剂，我不怕了，大不了像感冒。不对啊，那可以避免尽量不要，因为那个听说那个会有后遗症啊，后遗症会脑雾嘛，脑雾就是你会意识那个思考会变受影响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哎呀，没办法，灯光不亮，起不过来。对不起，我去拿个连接器了，把投影还要回去。这只要香港。我还没打第三剂耶，还没打第三剂。对啊，结果那个，哎，去打还给我500块的那个，对啊，是吗？赶快去打，下个礼拜。我女儿现在打都可以打莫德纳。我女儿她都很紧张，不是，我说她一定要没有，她叫我们去打，还说你去打还有500块的那个兑换券。哎呀，现在出去有吗？现在有的好像65岁以上还1000呢，一千哦，不知道哪个地方1000的，哪边？第二季还没打的，哦，第二季还没打，第二季他鼓励你打，哦，第二季1000的。像我这种坐车的人都很怕，我怕我两车都撞。不是小姐说，问他拿礼物跟拿钱。是哦。啊，护士小姐说你一次打莫德纳没得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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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三次都打莫德纳。哎，今天是谁在录啊？他不是他爸妈录的。宝，那他宝贵啊。好，请宝贵。以前大陆好像就100块。五几？哎呀，100块人民币啊。你今天请假对吧？对，不错啊。你说你朋友是跌倒？对啊，说最近很厉害，出去倒车都滑倒。哦，怎么会滑倒现在那么严重啊？不是他太瘦了。他很瘦。他很瘦。从以前到现在都很瘦。跌倒尿
样滑过去，应该是后仰，怎么？不是他这样子，他们年轻人跪倒又没人。他们那个很多人都走。那去看一下。没关系的，没关系，大概讲一下。走过来了，对，他去哪了？那个你们在记单字的过程里面哦，通通不要去死背哦。你们开始慢慢累积单字以后哦，要去充分运用。那个没有线啊，光这个没有用，这个要连接那个。哦，那长的线是不是？这一条连接。好，好，我再去看看。单字的记忆哦，到最后你们要学会那种数字重的扩充方式。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老师、先生、你要知道从这边我怎么样衍生出新的单字。当你念多了以后，比如说生活。就变成谁开始？你们看这个啊，在单字的整个记忆里面，那个我希望各位要慢慢学会。你闲着没事就这样玩，然后你会活怎么样念？卡兹动，活动。那你再接运动，温度。这个再接动作，多少？对不对？好。做再连过来，作业三个，作文啊，作文啊，这个就变成作文哦。它不同读音，你就把它写出来。好，农业就变成农业，加班产业就变成产业，再变成工业，变成工业。商业修有，你能够想到的字就尽量去扩充，用这种方式去扩充。所以你看，命运、温美、命运这两个互通的，你就这样，这样了解吗？所有的，哦，好，活用。老师，你说互通是同样意思吗？他这样滚。温妹妹问都可以，对，同样意思。好，飞要就变成飞亚古，飞行一个活动过多，所有单字我能够这样运用，我随便写个100个字都很快的。你想想看，从一个字变成两个字，两个字变成我两个都可以再扩充。三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十六变二十，三十二个。我是用倍数这样在扩充的。我只要想出一个，然后会的群组整个把它串在一起，以后你的单字就不会忘，因为一记住就整串了，几十个字甚至于上百个字这样记起来。我们小时候在玩中文汉字接龙，为什么？日文不能接，当然可以接啊。
而这样的接法会更快，我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再接，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好训读念三体，对不对？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在扩充的，所以我自己在扩充的过程里面，你再看，我再变成学生，老师、先生，我都不要去背，我只要这个好。我在讲中学，修那个，小学修那个，大学待那个，在大学生、小学生、中学生，我全部都可以，对不对？学问，那个么？对不对？问问题，蒙在题目呆摸个，这也可以念呢，对不对？我马上就可以整个扩充出来这样的单字，我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我可以自己在一直想单字的。你看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代表这里面最少二十二个单字。我随便凑到二十二个单字，了解吗？你们就是不断的这样练习，闲着没事就自己随便写看看，这样去练习，你的单字你不用担心不够，绝对不会。这样的单字记忆法就不是背，而是我会念每一个汉字的读音而已。我只要读音会了，我单字就无穷无尽的一直扩充。这个就是我希望各位学会的，这个比较重要，单字一点都不重要。我为什么从来不背单字？原因就在这边而已。我相信只要我会这个方法，我要多少单字就有多少单字，知道吗？千万不要去背，绝对不要背，可以的。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给各位看而已，因为这个东西我讲过很多遍，但是我还是不断的要提醒各位，一段时间以后就提醒一次，你慢慢你就会记住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才是根本之道。当你会了这些音读训读，所有单字的组合就全部结束，没有那么难的。哦，来把这个念一下，感觉一下脑。Saki, Saki,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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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sen, Ratsen, Dai Gaku, Dai Gaku, Shou Gaku, Shou Gaku, Shou Gaku, Gaku Mo, Gaku Mo, Mondai, Mondai, Dai Moku, Dai Moku, Me, Me, 来 Sei Katsu, Sei Katsu, Katsudo, Katsudo, Katsuyaku, Katsuyaku, Hiyaku, Hiyaku, Hiko, Hiko, Dosa, Dosa, Sakubun, Sakubun, Sagyo.作業、農業、農業、残業、残業、工業、工業、休業、休業。所以你看，这边单字念过，你只要有印象，以后你要忘掉都很难。单字绝对不是靠背的，真的绝对不是靠背的，背是错的方法，绝对不要背哦。这个我只是举这样例子，让各位去了解。台湾学生在学语言，永远认为单字最重要。那是错的观念，单字一点都不重要，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太多了，你背不完嘛，你怎么背？但是台湾就是喜欢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奇怪的话。哎呦，很大量。是觉得他电脑的画面很奇怪。我感觉就不能怪我的光盘的。为什么用的欧洲一块一块的东西？
因为什么？多梦就有问题。用这个样子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好，来，把这个复习一下，单字哦。来，刚刚就讲这个口口嘛，来把这念一下，卡卡 ，k k k k， 库库库库 ，k k k k， 口口。所以你要记住，在五十音的过程里面，我第一个要记住的是单一音的字，我先记住，卡就是蚊子 ，k 就是树木跟气，库就是酒跟曲，所以淡水曲，汤水库。一样吗？对不对？好，再来 ，K 就是毛 ，K 就是直跟狗。再来排列组合 ，Kaki、Kaku、Kako， 就这样而已。这边全部是 Kaki、Kuki 的组合排列而已。好，来再念一次 ，Kaki、Kaku、Kako。像这个一个字里面有三个意思，同音异字的，全部都要记，因为这种字。背一次等于背三个三倍，当然要记得哦。再来 ，kako kako kako ki ki ka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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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有没有就是卡 ki ku 这个四个字的更应该要记，像这种字不记，不就是白白让它跑掉了吗？再来 ，ku ku ki ki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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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ko ku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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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好，再看下面的。来下一个哦，这是阿伊韦欧加卡蒂库给过所有混在一起的单字，有需要解释我再讲，没有就念过去了解一下。来，阿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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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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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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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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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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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Aki, Aki, 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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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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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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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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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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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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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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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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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u, Keu, Keu.Koi,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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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我们讲过，只要是第三个音结尾的字，基本上它就是动词。所以你看，这个是动词打开，这是动词前往，这是动词扶起来，这是动词放，对不对？好，再来这个 call， 这是动词买，对不对？好 ，cool 动词有没有 ？care 这个是特别的念法，只要第三个音。空一定都动词，这样了解哦。乌音结尾的字基本上就是动词，要特别注意。好 ，ek 这个字词堂补充一下哦。日文跟水有关的这一些字，可以记就尽量记。池塘念 ek， 河流念卡哇，河流等于河川。所以这个也念考啊，再来图米日五米，
海无米水米之，所以水的海等于湖，也就是水加海等于湖。水的海就是米之无米，米之无米一样。这个跟水有关的单字，各位可以记住，就尽量把它记起来。像这样整串的了解系统的单字，这样来记是最快的。啊，我们会碰到的单字不外乎这一些，跟河流有关的字，又是一个池塘，啊，像潭，潭他们就叫池，他们没有潭，日文里面没有潭的字，中文才有潭，所以他就是用一个，一个的意思就是有水聚集在一起的那个都叫。那有时候他们湖为音读念湖嘛，所以日本最大的湖叫琵琶湖嘛，琵琶，琵琶湖就是这样，音读音读音读嘛。瀑布有吗？啊？他们瀑布？瀑布有，瀑布他们是写这个，这个念 taki，taki， 这个字。对哦，这个就是瀑布，水溶啊，水的溶啊 ，taki 啊、哦，所以琵琶湖就是这样，日本最大的湖，而、哦、这个琵琶就等于这个琵琶嘛、啊，啊、哦，日本也有琵琶哦，一样念琵琶，所以这个琵琶等于这个琵琶，完全读音一模一样，是琵琶湖，琵琶。日本的琵琶其实我觉得还好而已啊，没有特别好吃，大概跟台湾的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比较贵，台湾的琵琶便宜。琵琶哦，这个也是念琵琶，所以音读取其音嘛，是训读取其意嘛，水的海等于琵琶，这种单字都不需要是非。它可以那个是瀑布哦，日本瀑布很多，日本瀑布很多，不是台湾，尤其在东北，那瀑布满地都是，很漂亮。老师，那他们有温泉跟冷泉，就是他们有冷泉？没有冷泉，全世界有冷泉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台湾，一个意大利，其他全部都温泉。其实冷泉它不是很低耶，冷泉它大概二十度耶。常温二十度，你们有机会冬天去泡冷泉泡看看，你不会觉得冷。刚下去会啊。不会，夏天才会觉得冷，冬天你去泡不会觉得冷，因为外面的温度，当它降到三度、四度、五度的时候，那个水温是二十度，你会觉得那是水冷，不暖。那因为夏天是三十度，所以你进二十度的水，你会觉得很冷。刚下去的时候会很冷啊，超级冷。对，然后慢慢就好了，就很舒服。对，尤其起来以后更舒服了。那个冷泉只有苏澳有啊，全台湾也只有苏澳有。是啊，那个冷泉是我们小时候拿来治疗那个长痱子的，没钱人的治疗法。那个。痱子，你只要有长痱子的，你去泡个冷泉，泡个两三次就好了，它自动杀菌了。冷泉要一二三就坐下去，赶快坐下去，然后就不要乱动。泡温泉也是一样啊，泡温泉那个热的一二三你坐下去就不要理它，你越动越热啊。你们有机会去那个什么龙奶汤。新北投那个龙奶汤有没有去泡过？那是那一带最便宜的一家，80块而已。那养老奶农是什么？啊，养老奶农是餐厅啊，餐厅的没有。哎，农是这个。是，它是。你上网查一定可以查得到。好，龙奶汤。它一定有。是什么？温泉啊，
丰泉的一家店最有名的，在新北投那个新北投公园右边而已。这一家是最老的，这一家是道地的，泡汤，日本式的泡汤，就是一个柜台在中间，一个门口进去柜台在中间，这边男汤，这边女汤，男左女右啊，这边我去报过一次就不去了。不是啊，那里面被那个老和尚把持啊，那老和尚就故意把水温调到很高，大概就46度。你知道我那个脚伸下去，受不了。没有啊，抬起来马上红，下半截马上红，太热了，46太高了，他就故意调到那边，你泡不久嘛，很坏啊。我就抗议要把它转起来，他就不同意了，就不泡了。工作人员啊，那个外有些老先生在这边泡久了都熟了，这很便宜，80块。而我喜欢它是因为道地的日本式的感觉，它只有一个汤匙而已。这边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孩子只有一个汤匙而已，你没有办法泡太久的，一下去就热得你受不了，真的。那样并不好啊，那样并不好，被把持我就不喜欢了，所以我宁可多花一点钱去别的地方泡。台湾的温泉我泡过，满地都泡过了，我很喜欢泡啊，我连在家洗澡我都要泡澡，我不泡澡我就受不了。没有，因为其实泡澡对身体很好，把身体里面的那个污垢全部都被排除掉。那这个是道地的。那个，这个是很有名的，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那你们真正要喜欢的，那个哪里也有那个总督温泉，知道吧？哦，那个是在金山。金山，不知道，那个应该去泡一次，我也去泡一次吧。温泉不是本来的温度，是又可以调高温量的。基本上。如果你的温泉是源头，那个很多都高到50-60度的，所以它下来以后接管进来以后，你一定要降温嘛。你没有降温的话，那个直接泡没有办法。啊，因为浓奶刚刚好在那个源头附近嘛，所以它的水温非常高。那台湾有很多地方那个不是温泉，那根本就是那个热水而已啊。他骗人的，知道吗？台湾很多啊，你像淡水，我都怀疑那个什么淡水那边有温泉，我是不相信的，哪有那么远？那个他们自己讲说，你挖多深多深，我是不相信的，那个一闻就知道了。台湾的比较常见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硫磺泉。硫磺泉分两种嘛，一个。青黄一个白黄啊，白黄就是硫磺的颜色比较偏白，那青黄就是颜色比较褐色一点。那个治疗的功用不一样，硫磺泉是治疗用的，碳酸泉是美人泉嘛。对呀、啊，碳酸泉就透明的那一种，没有味道，女孩子通常会比较喜欢那一种。那你们去泡硫磺泉要注意哦，硫磺哦，我们前面学过是硫，硫磺 ，IULO 的这个哈、哦，硫硫磺泉，那个硫磺泉你们泡汤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尤其在台湾，日本是不会，台湾一定要很小心的。你说硫是硫磺，为什么？台湾的温泉泡汤的地方，公共澡堂的地方，全部都有那个叫什么？蒸汽室，还有那个烤箱。对。那个进蒸汽室没关系，不要进烤箱。泡硫磺泉要注意哦，不要进烤箱。你要进烤箱可以，先把身体洗干净。你不洗干净，那个
硫磺，硫磺汤泡完以后进去烤，马上结晶，结晶以后身体一擦会受伤，刮伤你的皮肤，最怕是眼睛、眼角膜，你一揉就完了，知道吗？要很小心。你是说硫磺泉？所有硫磺泉绝对不要烤箱，你要烤箱没关系，先外面清水洗干净再进去烤，要不然皮肤会刮伤，眼角膜会刮伤，要特别小心。他们都没有特别提醒，那个其实很危险。在日本他都会提醒。第二个，泡汤正常来讲，我是去日本学他们那个一个日本老先生教我泡汤的。日本没有像台湾个别市这样一间一间，很少，日本全部都裸汤，公共澡堂嘛。他们的泡汤方法，他们的很多都是不知道规矩而乱泡，然后那个很不道德，没有讲实在话，在浴池里面那边搓来搓去是怎样，然后把浴巾什么就直接带到里面去，那都不对的，在日本都不行的，他们浴巾毛巾都要放在外面，不准带到浴池旁边的，你带进去有些人会骂会讲你，都不行，照理讲他们都不带，一般只有放在头上，对啊，有些人日本当一般对那个也不对，照正常放在头，他们照正常来讲都不会，正常的都不会，然后进去泡，他们不会乱动，他们绝对是坐在那边安安稳稳的坐，然后再起来再进去，然后泡汤尽量不要，台湾人喜欢泡到这边，其实不好，胸部这个地方就好，绝对不要到这边。所以你看日本的泡汤池，它基本上你坐下去大概都到这边而已，他们设计就是这样，你坐在那个池里面大概就到这边，绝对不会到这边，台湾人都池都到这边，而且台湾人有时候会故意躺下去这样，那是 OK 没有关系。那日本人的泡法当然是怎样，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只是用简单的清水，不用肥皂那些都不用，清水把身体冲干净，冲完以后就进去泡，泡到流汗，流汗流出来的时候，开始冒 很多量的汗出来的时候就起来洗澡，这个时候才洗，就是说先把身体里面的脏东西全部逼出来，然后再开始洗澡。这一次洗的时候是从头到脚，肥皂全部用，洗完，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同时去同伴去的话就会刷背，互相刷背，晚辈先帮长辈刷，哦，刷完以后用什么刷？毛巾啊，所以毛巾是放在外面嘛，然后刷，要不他们还有那种什么丝瓜布那种专用的刷，很舒服的，你下次试看看，刷完以后把身体全部冲干净再进去泡，因为你在刺激过以后，身体里面的废物全部都排泄出来，然后再去泡一次就很舒服。那个再泡到流汗就起来，用干净的清水冲掉，那就走，就这样。所以他们日本人泡汤很少超过半个小时，他们人一泡没有两小时不离开的。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台湾人就喜欢上上下下聊天，在那边那个喝水什么的，那个不一样的习惯。那我只是教各位日本人的泡法，各位在日本要特别注意很多东西，还有那个如果你身上有刺青一定要遮住，在日本泡汤一定要遮，你不遮住让旁边的人看到，他们会告诉那个请你出去，对，他们刺青的他们不会让你跑，啊，日本刺青只有帮派，他只有帮派，所以你就把它遮住，反正泡到水里面就看不见了，真的，他们是不准的，我学生不相信啊，去就被赶了，他说老师我总算相信你讲了，我说好啊，
那不重要，下次记得。那有的是为了漂亮。没有，台湾人，台湾人，男孩子、女孩子是爱玩的、啊，他们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以前我们的那个年代，刺青就是 IP 啊。对呀、啊，我们那个年代是流氓帮派才会去刺青啊，谁敢去刺青啊？流氓才会刺青啊。那现在，现在是时髦啊，艺术还谈不上啊。那个，我觉得我不认为那是艺术。日本那个真正刺的很厉害的，日本真正高手那个才是真正刺青高手。我看很多啊，问题就是那种东西，我不认为那是艺术啊。这个根本就是身体，我不知道。现在有那种用贴的、啊。哎呦，那个不好看、啊，那个没有感觉。我觉得不好看。你看人家日本那个刺青，那个真的厉害的，那个整个好像是活起来的那种感觉。它是按照身体的那个曲线，把那个图呈现出来，而且那个随着人的身体的变化。它会长成不一样的，那才是真正厉害的。日本有很多东西你不可思议的，台湾那个只是刻出漂亮而已，真的那个没有神韵，那不一样。你去看看日本的那个刺青师，他们都很低调，不像台湾的那么高调的要死，那个都不好，那个都要知道。那全世界的温泉，坦白讲，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日本，日本的种类又多，然后各个地方味道都不同，那个叫哪一个县啊？我忘掉那个县。岐阜。哎，岐阜县，岐阜县还是哪一个县？它那一个县里面有将近200个温泉，200一个县。泡不完的，我很想找一次一个暑假全部住在那个县，然后把里面的温泉全部泡过，真的、啊，那很过瘾的，那每天泡啊，把所有的温泉全部泡过。台湾的温泉我也差不多都泡过了。我记得我以前高中毕业旅行去关西，它那个水是像泥巴这样子。对啊，很漂亮啊。后来我去好像就没有。你是关西啊。关子里，关子里啊，对，关那里啊，对，以前是是啊，泥巴，对，可是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好像他不敢让你进去啊，还是有啊，关子里哪有啊，他不让你进去了、啊，为什么？啊，危险啊，他会冒流孔啊，会流氓气啊，以前那个水就是你那个锅锅啊，就是那个锅锅啊。对，可是现在你去洗一下，好像没有那种，而且那个泥巴洗起来很舒服、啊。你要，我告诉你一个地方有，要不要去？那个八烟温泉。哦，八烟啊，八烟。对呀，阳明山那边。哎，对，那个往马槽那个方向，到第五公里那个地方有一个斜坡走下去，不要进八烟温泉会馆，不是，它是野溪的，你就继续。八烟温泉会馆在这边有一条路下来嘛，啊，你不要进去，就直走，只有一条路，就继续往里面走，走到没有路的地方，你就看到一个瀑布，瀑布下面就有泥浆，右边是那个温泉，左边是瀑布，两个交汇在那个地方，旁边就有泥巴，你那个泥巴拿来涂，保证舒服。就是、那我说的不是，它本来也跟那个颜色。是啊，那只有关子里有啊。但是那个是旁边淤积的泥，那个就叫八烟温泉嘛。我们叫八烟野溪温泉，你上网搜寻就可以。那边其实是，阳明山国家管理局的，那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大家都跑进去泡啊。我也去过很多次啊，那个最舒服的时候是。早上5、6点的时候，好，虫鸣鸟叫，然后里面都雾雾的，都没人，哇，超舒服。可是那一偶的那个汗水，流亡啊，就流亡。根本有啊，就一偶啊。一偶。一偶就流亡。就是上面那一只叫
没有啦，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哟。好，这个没有区隔，这个没区隔，嗯，没有区隔。可以啊，这个大概知道。老师，那请问那个枯跟它配？哦，枯是比较粗鲁一点，枯比较粗鲁哦，枯是写这个汉字。日文很简单判断，读音越长，通常都比较尊敬；读音越短，越不尊敬。汉字不一样，这通常是男生讲，然后这个衍生出来新的单字就是日本很多这一种。他既可以站着吃的拉面，有没有？那个什么捷运站出来都有这种店啊，站着吃的最便宜的，他既可以说吧，历史的餐厅啊，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酷男生讲的话比较多，这样知道哦。然后屋体没有什么。屋骨这个是浮起来的哦，这个顺便记哦。屋体哇，浮起来的轮子，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泳圈，游泳圈，这就游泳圈。啊，然后这两个单字要记哦，挖沟木、橡皮筋，这个单字要会哦。知道哦，这个是泳圈，这个是橡皮筋，课本里面都没有哦。这个字要记，骨骨是橡胶的意思，像轮子一样圆形的橡胶就是橡皮筋，这三字要记。好，再来，这里面 oka 好讲到三哦，那个全部跟这个一样，来把这个念一下。来，里瓦，里瓦，里瓦口，里瓦口，里瓦，里瓦。好，这边都是水。接着日文的山相关的这个字哦，他写秋，念 oka， 刚也念 oka， 所以这个河跟川是一样，秋跟刚是一样。所谓的刚跟秋，像林口那个都是丘陵地。所以那个都是 oka， 这样子哦。然后高一点叫做 yama， 相对的山谷 tani， 这都不好记的单字。还有一个山峰高的地方 mine， 还有这个也是山峰 toge， 上山下山的 toge 等于峰。这个透给就是这样啊，上山的位置跟下山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透给，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透给。然后一般的山谷、丘陵、峰、山峰，哦，那个。这边大概都是跟山有关的单字，这个是水有关的单字，这边哦还有一个山路很难的单字哦，摩托，就是摩托，这个山路哦。老师，那山坡呢？山坡？他们没有山坡，他们是讲想念、邪念。三个斜面，再来就是，如果真要讲坡，就是讲这个山岗，就是有斜坡的那一种就用山岗，这个也可以。大山岗一样，大阪啊，山岗。
什么？橡皮筋。挖沟母橡皮筋。那单字要记哦，因为你去日本要跟那个什么柜台要橡皮筋，你会讲老半天讲不通，真的啊，讲不通，因为你有可能用到，你有可能用到的单字啊，你要搜寻不容易搜寻到，因为平常不常用，你查字典查不到。对呀、啊，因为你不知道要查哪个字哦，因为日文里面没有橡皮筋这三个字。ゴム就是橡胶啊，所以那个叫什么？橡皮一擦，皮细ゴム吗？消除掉字的橡胶，橡皮一擦，皮细ゴム。那个在课本都不容易上到。那这样的话，定书。好几个意思，皮斯就接吻嘛，好几皮斯就叫狗狗，好几没有啊，这是英文的，英文走过来，好几皮斯，这是订书机，那订书针的话就是他妈，子弹，他妈，弹丸的意思。定数针，跟定数机，啊，它跟子弹的概念一样。讲着，再来 ，OK， 这个是一亿两亿数字的部分，论文基本数字要记哦，来把这个念一念，先擦掉，再讲数字，来。一个一个卡哇卡哇卡哇乌米乌米米兹米兹米兹乌米米兹乌米塔基塔基欧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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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亚马塔尼塔尼米内米内托格托格普莫多普莫多萨卡萨卡。这个要注意哦，日本这个米内是一种烟的名字，日本烟最两个，一个是米内。一个就是那个 Seven Star 七星嘛 ，Manito Seven， 这三个是台湾人最爱。米磊是少数喜欢有人喜欢抽这一台的，好像比较贵。米磊贵啊，米磊贵，米磊比那个 Manito Seven 跟那个 Seven Star 还贵。你们有在抽烟的人，不要在机场。你要买烟就在日本当地的这个，听说不是贵，但是烟比较好抽，烟草不一样。我听我朋友讲的，我没有抽烟，我是不知道的。他们都跟我讲，日本当地的烟最好抽，机场的烟味道就不一样。台湾的机场更烂，两个都不一样，品质不一样。他们有在抽烟的人都感觉得出来。所以我每次去日本，他们都去叫我帮他带，啊，我很不喜欢的，因为抽烟不好啊，就是又喜欢抽，没办法。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日本的，那个台湾机场来就好了，干嘛那么啰嗦？他说味道不一样，拜托了。对，没有啊，真的啊，我每次带学生出去，那个我们学校那个老师都把学生的扩大。拿来用啊，要帮他们那些人买。年纪不够的话也不能买啊。可以的，学生都可以买。大学生可以啊。大学生。未成年人不行。高中生，你用老师的名义去买就可以买。真的，像他们要买酒也不行啊，都是我帮他们买的。啊，你不帮他买又不行，因为那是他爸妈叫他。还是可以买很多，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还有分开带啊。哎，对了，要分开带。那个是怎么念？为三那个？哪一个三？这个。三。那个。这个。发音那个怎么念？亚马。哦，亚马。汤米，亚马，汤米。你汤米叫什么？汤米。
他你是三谷，不是啦，我是他嘛，你那个是定他嘛是定数真，哦，子弹的意思啊。他嘛本来的意思就是圆形的固体状的东西，就叫他嘛。玻璃珠就是这个，所以眼睛眼珠怎么讲？没干嘛嘛？荷包蛋。没干嘛？他们只要圆形的东西都叫他嘛。要注意哦，那个字经常看到。他嘛就是圆形的东西，立体的圆形的，所以那个水浴米之干嘛，米之干嘛是什么？就是衣服，对，人种，人种米之干嘛，雨伞衣服那个花纹。那我们小时候就对呀、啊，米之干嘛那很有名的，有一阵子很流行啊。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布料，那个是啊。大小这个叫做明治汤嘛，水珠嘛，明治汤嘛就翻成水珠哦，水珠形状圆形的汤嘛，明治汤嘛，可以哦。好，这个大概知道，来数字讲一下，哎，这个我擦掉了哦。好，数字顺便教各位基本的数字全部要会哦，一零，因为这边有一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兆，日文的数字计算单位全部要会啊，这个念累，还有 zero， 这个念一句逆三、四、四、五、六、七、七、七、八、八、九、九、十、百、千、万、億、兆。哦，以此类推，排列组合三千。三人啊，几兆一兆一兆，这个都是。这里面注意哦，日文的一、十、百，有没有？不对，十、百、千不加一的。注意哦，日文这三个计算单位不加一。啊，我跟你讲。一千一百一十一，日文直接讲千、千古、九一几，这样知道哦？不讲一记千、一记千古、一记九，没有，知道哦？不加一的，他们一不加，二才开始加，你要古、你千、你九，这样了解哦？一都不加。十百千都不加一，万就要加的，一起嘛，哦，一起要够，这样子哦。只有十百千不加一的，其他全部要加，记住，这个基本的念法全部要会哦。因为那边讲到欧克，所以我就顺便让各位知道。好，买没有什么，考连，乞丐也没有什么哦，这待会再讲。可以哦，来，这个我把它擦掉了啊、哦，来念一下，不给，不给，不给哇，不给哇，花果木，花果木，黑西果木，黑西果木，苦，苦，八只龟，八只龟，八只龟手吧，八只龟手吧，哈贝鲁，哈贝鲁，火鸡皮斯，火鸡皮斯，他嘛，他嘛，这个知道一下，那个莲哦。这个全部要记，连是念考，写一个言考。这个耳朵咪咪
眉毛，毛油，眼睛，眉，鼻子，哈纳，哈纳，哎，嘴巴，口鸡，这个全部要记哦。马油，头发，卡米，额头，皮带，下巴，阿果，牙齿，哈，这个胡须。体格，这个脸颊，吼吼，鼻孔嘞，什么？鼻孔，鼻孔，加一个安娜，安娜诺安娜，这大概脸的部分的。相关的单字就一次把它记好，这是脸颊哦，马优美这个眼睛，那瞳孔，瞳孔的话，看人的地方，皮兜米这个啊，皮兜米，米鲁不是看吗？一朵是人，眼睫毛，毛眼，睫毛，差不多了吧？这所有的，是那个微笑跟火火 Amy， 火火 Amy， 火火 Amy 是同一个字吗？不是，它是写微笑，汉字就写。哦，叫写微笑。火影忍者，它是动词。要像所有单字这样记才会快啊，你才不会漏掉。整个画一次，你大概就有感觉。不是背哦，你大概知道有这样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身体里面你会用到的单词，然后数字那个都是重要的。再来 ，t a 酷酷体没有什么 ，k t k u coin 那个一个字等于第三个字，那要注意哦。还有最后的声音，这个声音要注意哦。外来语 voice， 这个是没有生命发出来的声音。这个有生命用 hoi， 没有生命用 hodo。那个 voice 是指通用的，外来语这个，这边要补充的单字大概这一些，这比较常用的字一定都要知道 hoi hodo voice。Voice 日文里面用的机会比较少 ，Koi 跟 Nodo 一定要知道。脸部的那个名声全部要知道。好，那个 Kao 这个字一定要知道哦，这个字经常被拿来做组合字哦。低高，阿萨高，油高，花的名字。低高是橡木，阿萨高是牵牛花。
Yugao 是一个白色的花，就叫细圆。Asagao 是牵牛花，早上才开的花，牵牛花。因为它经常会被拿来做组合字，所以那个桃儿要特别注意，常用哦。但是在这边，就是三个用法都是念高。它本来是桃，那头整个头叫阿丹嘛。头部所有的器官大概这个样位的，那把它记起来就好。了解哦。没生命的声音是这个声音，哦对，敲门的声音，河流的声音，哦对，水的声音，米字诺哦对，卡泽诺哦对，风的声音，那小鸟的叫声，狗的叫声，猫的叫声，那都要快，一路诺快，你不能讲一路诺哦对，不行。这样子哦，一路都可以，那个就是可以。Odo 的话就是没有生命的，像这个鼻敲的声音 ，Odo。我现在讲话可以，这样你了解哦。区分法都不一样哦，所以你看，真正要学的单字有很多哎。为什么我教你们不要背就是这样？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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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了就会了。你怎么背？背不完，单词太多，一辈子你也背不完，越背越多。没有，因为你学的东西越多，你那个背的单词就跟着多了，那是必然的。可以吗？没有汉字啊，那个汉字日本人不写的。写的，我的意思是说，前面不用加 man 就对了。不用，不用。这妈直接讲。啊，只有这边会有睫毛，哪里还有睫毛？跟假睫毛不跟前面加，不可能。妈给只有睫毛，只有眼睛会有而已，其他不会有睫毛。妈给，可以啊。还没问题。马优马也就很好记啊，这眉毛跟睫毛都是妈妈开头，这样记就好记了。单字绝对不要死背啊，就是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念多了就记住。来，把这个数字全部念念，念完再写课啊。来，零 ，zero， 一起，一起，你，你，三，三，七，七，用，用，五，五，六，六，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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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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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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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五，五，九，九，好，日文数字大概只到九而已，中文还有什么军啊什么的，哦，那个更可怕。根本记不起来，不用记那么多了。来 ，you 高 ，you 高 ，asa 高 ，asa 高 ，e 高 ，e 高 ，koi koi odo odo voice voice。来，这个 adama adama kami kami hidai hidai hidomi hidomi mayu mayu mage mage mimi mimi me me hoho hoho hana hana 来 ，hige hige ago ago ha ha。好好，可及可及啊，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好，这个是我这边错而已啊，那个课本都没错，可以吗？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上课到此，谢谢各位。谢谢老师。